透镜的种类有凸透镜与凹透镜两种。什么是凸透镜？什么是凹透镜？向外凸起的是凸透镜，向内凹进去的是凹透镜。那这种前凸后凹的算什么？这种呢？好吧，凸透镜是指中间厚、边缘薄的透镜，凹透镜是指中间薄、边缘厚的透镜。所以这是凸透镜，这是凹透镜。这枚前凸后凹的透镜，中间厚、边缘薄，是凸透镜；而这枚前凸后凹的透镜，中间薄、边缘厚，是凹透镜。为了方便，从此以后凸透镜就用这个符号表示，而凹透镜呢，凹透镜就用这个符号表示，是不是很形象？总结一下，中间厚、边缘薄的是凸透镜，中间薄、边缘厚的是凹透镜。光学符号也要记住，你懂了吗？呵呵。